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艾瑞的环球日记，我是艾瑞。OK， 我们现在呢还在德里，好，那我今天呢带了一位印度姑娘跟我们一起走，是不是印度姑娘？哎，小皮昨天买了一套就是沙粒啊，那也是拍一下这印度风情的一个景色，对不对？哦，走，挡路，挡路。Thank you。OK， 好，那我们现在就要去今天的景点了，走。OK， 那我们现在呢来到德里的地铁站 ，Yeah， 然后我们现在要去做安检，他的地铁是要安检，好，走。OK， 那这个印度的地铁呢，他们是就是跟大陆一样啊，就是进地铁站是要过安检的，好，就是有点像是。怎么样？就是比较安全一点啦，可能因为人也太多了，难以管理这样子。对，就万一有什么事情，有人带武器啊，怎么样的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他们是要过安检。那而且在印度，我们这几天会发现他们的安检，不管在机场啊或怎么样，他们的安检就是男生女生是分开的。对，男生有男生走道，女生有女生。对，男生有自己的走道，女生有另外一个走道，而且女生的走道他会有一个那个。就是算是布帘的或者怎么样，就把你完全遮起来，对吧？好，那我们现在要准备上车了。走，上车喽，上车喽。其实跟其他地方地铁差不多啊，就捷运嘛。然后我们只坐一站而已。等下到了再跟大家说，拜拜。Hello，OK，、okay, 那我们呢？刚才就搭地铁过来，好，那我们只搭一站啊。那然后到了这边，这个叫做康诺特广场，也算是非常市中心的一个地方了。嗯，哎，那超级大圆环。对，它这是一个超级大圆环，好多层的圆同心圆这样子。好，然后那它这我们搭这个地铁呢，一个人就一站的。钱啊，大概是10块钱卢比，就是差不多3块钱台币，非常的便宜。对，但是它只有一台那个机器的那种，就是买票的，然后剩下都是人工了。但我跟大家讲，如果你们来的话，就是直接去人工吧，因为那机器它那个钞票，对，很多钞它吃不了，就是它会验都认为全通通不 OK 这样子。对，所以说人工好不好，排个队最简单。OK， 然后他刚刚好像有跟我说，就是里面是不可以拍影片的，嗯，是吧？但他也没写啊，所以就我也不知道，反正我也拍了，你们也看到了，就这样吧，嗯、走了。OK， 那我们现在呢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景点，嗯，好，这个地方呢叫做 Agrasen Kibodi， 中文叫阶梯井，也不完全啦，我们翻译一下，就是前面的那个 Agrasen，嗯，它其实是一个印度传说中的皇帝，哦，对，因为它历史太久远了，就是有点像是那种皇帝尧舜的那种时代，你知道吗？就是。距今如果硬要说的话，但是可能距今3000年前，就西元前2-3000年了，嗯，的大概是这样子。好，那它叫做 Agrasen，嗯，那这个 Ki 就是在印度语言的话就是的意思，嗯，好，所以就是这个是 Agrasen 的玻璃，那玻璃就是阶梯井，嗯，啊，就是你刚刚提到的阶梯井。好，那什么是阶梯井呢？我给大家看一下，其实阶梯井就是长这个样子。我们一般我们认知中的井就是一个圆形嘛，一个洞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但是呢，其实这个就是可以完整的体会出这些古印度人在2-3000年前他们的一个水利工程的智慧。好，因为在北印度这一块地区，好，基本上全印度大部分地方都是啊，他们是非常缺水的，
沙漠吗？对，因为他们这边很热，嗯，然后缺水，然后旁边是沙漠，好，所以水的保存是会变得非常非常重要。嗯，所以像这样的阶梯井呢，全印度有2000多个。对，但有一些保存的完好，有一些已经有破损。嗯，对，好，那这个阶梯井呢，它就是等于说挖这样的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坑，大家可以看到上面那边，上面那边其实是平面哦，所以我们刚才是从上面走下来的。嗯，好，这个是下面，然后我们刚才从上面这样一路走下来，门入口在那边。好，那这整个阶梯井呢，它挖了这么大的一个坑。来取就是储存水，就如果下雨的话，大家可以看到下面那边湿湿的，对，有没有？那如果在雨季来临的时候，它就会越淹越高，对，就把水储存起来。嗯，那么你如果存了这么多的水，那人民要去取水怎么取的？如果你都是吊绳子慢慢捞的话，就捞很久。嗯，所以他们的做法就是他们做了这样一个阶梯，好，这样长长，那这个阶梯总共有108阶，好，那你就是可以，大家就是可以走下去。然后直接去把它取水上来，是这样子。对，那如果说另外还有一说，就是说，如果说就是在夏季的时候，那雨水还算比较多的时候，那这个整个空间就会变得很凉快。嗯，对，因为它等于是半遮阴的方式。嗯，然后呢，那又有水分蒸发的带来的那种凉爽感。嗯，所以代表这个社区附近的人都会。你闲着没事，你就会想要待在这里啊，不然在家太热了。嗯，这就变成一个当地社区的一个集会所。哦，对，它是有同时有这么多种功能存在。嗯，对，所以是非常厉害。你可以想象这个井，就是西元前3000年呢，2000-3000年前盖的，好久远。对，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石造啊，已经是后来14世纪的时候改建的。就是在重修再建的，对，但是最初挖这么大就已经是那个西元前就已经挖了，哦，对，所以你想这真的非常不容易，嗯，对吧？是很厉害的一个地方。好，那另外我们再跟大家讲一个小故事，据传这里是德里最闹鬼的景点，为什么？因为呢，就是我也想不开，一堆人想不开从那边跳下来，这几千年下来，有很多人在这边就是可能跳河，或者是。他走不小心就掉下去，然后就死掉了。然后呢，还有一个传说，就是说，当你如果是晚上来取水的时候，你就会取到一壶黑水，就是水是黑的。然后呢，这个黑水呢，如果你喝了，它就会勾引你走过来，然后跳下去。哦，当然这个纯属狗屁啊。那现在的话，它这个。这个井呢，它只在9点到下午5点开放，嗯，所以你是没办法晚上来取什么黑水来探鬼，不可以，好，这都没办法，对，大概是这样。那我们现在呢，来到的就是德里著名景点了哈，基本上是最著名的一个地标景点，就是印度门，在我们后面这个。像那个凯旋门的造型。对，它其实是一种凯旋门的设计啊，它的这种建筑风格就叫做凯旋门啦。我猜，就是英国殖民时期的时候盖，对不对？对，没错，它是英国殖民时期的时候盖，它是建于1921年。好，那为什么要盖这个门呢？它其实是一种纪念碑形式啊，它是为了纪念在一次世界大战那个时候，这里还被英国殖民嘛，啊，印度被英国殖民，然后那个时候呢，参与等于说帮英国人去打仗的这些印度人，哦，对，是为了纪念这些战死的英雄这样子，对对对，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印度门。
那当然后来呢，他又增加了很多纪念东西上去，就是增加了比如说印度独立啦，或者什么种种，反正他就把能纪念的通通刻上去这样子。就是上面那个啊。这个文字这样子，对对对对，它就是越来越就是增加这样子，增加更多的内容。反正就是成为印度人的一种类似精神象征，就是。对，主要跟这种纪念性、战争性比较相关的。然后大家可以看到那边就有一个印度军人在向他敬礼这样子。对对对，大概是这样。OK， 那然后呢？我不知道大家现在看不看得到，我等一下用。别的相机给大家一个画面，就是说你穿过这个印度门，这有一个直线嘛，就穿过直直的穿过它这个门以后呢，它的后面其实是可以看得到那个他们的印度总统府啊哈。好，但是呢，现在雾霾非常非常严重 ，PM2.5 就是很隐约啦，有没有看到有一点点？对对对对，现在这个这是雾霾啊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天空上都蒙蒙的，蒙蒙的。我们来到印度这几天都这样。那据我所知，我查的是现在这个季节已经是雾霾最不严重的时候了，就是相对已经好很多了，但还是很霾。这是 PM2.5 不是 2.5， 这太浓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你空气中你是闻得出来一点的味道的。对，不会，没办法，好吧，那我们走啊，去下个地方走。Hello，OK，、okay， 好啊，那我们现在来到我们就是今天的最后一个景点，好，胡马雍陵 ，OK，、那这个胡马雍呢，它是我们昨天提到的那个莫卧儿王朝的第二任国王，第二任皇帝啦，应该这样讲 ，OK， 就是他的爸爸就是第一任皇帝，就是第一个打下来，把整个印度打下来的 ，OK， 那在他的任期之内呢，其实他。基本上整个莫卧儿王朝就来到了算是鼎盛的时期，但是这个时候呢，突然出现了一帮人，把就等于说把他打掉了，对，然后呢，他被迫就是他们那个时候其实也不是说把整个王朝打下来，而是他们把德利打下来了，所以他不得不就是逃难啊、他就逃到了现在的大概伊朗那边。OK， 他到伊朗那边呢，就是去求助于，因为他们也都是伊斯兰教嘛，他求助于波斯王。然后呢，在过了几年以后呢，波斯王同意就是帮助他复国，所以就给他的就是士兵啊、勇士啊等等的，然后他就再打回来，再把那个这边把他原本打掉那个小国家再把它灭掉，对，是这个样子。好，那所以这个就是胡马雍大帝。好，然后呢，那。但是胡马雍大帝有一个非常搞笑的死法，就是他好不容易把他打回了这一片江山，有没有？然后有一天他在图书馆看书的时候，边走边看，就从楼梯上摔下来摔死了。这告诉我们，看书不要边走边看，走路不能边走边滑手机。走路要看路。对，走路要看路。他真的是从图书馆就这样摔死了。然后摔死以后就只好就葬在德里了，好吧，那我们现在就看一下他的陵墓，走。那这个胡马雍陵呢，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它很漂亮。那你觉得它有没有很像印度的哪一个大家最知道的建筑？泰姬玛哈陵。对，其实有点类似啊，因为他们都是伊斯兰教的这种就是拱顶式的设计，对，然后旁边有一些小尖塔。其实呢，泰姬玛哈陵是以胡马雍陵为就是草本然后去改建的、去建造的，对。所以说它其实我觉得这样看起来算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建筑，对，我们去看看。